接下来就加100毫升的水，然后已经加糖进去了。这个是这样超重吗？先拿起来，然后按开机，然后按归零，下去再归零。好 ，OK， 然后再加100。好，这样子再焖15分钟，让那个糖吃进去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阿元在我们家的那个五谷杂粮行买的，自费购买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继续煮10分钟。好 ，OK， 那要不要加盖？都可以，都可以 ，OK， 好。暂停。